他因为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杂技很漂亮，声音有好听。漂亮，没有很，她既漂亮。因为杂技漂亮，声音有好听。很好，我们来看这个就不练习了。好，记得我们不会有很好。那我们看第一个练习，秀萍。是件外套，又好看又舒服，多花一点钱买的，也值得。好，我们现在练习的是用"既"，所以可以怎么说"既"？这件外套既好看又舒服，多花一点钱买也值得。很好，在第二个安玉。这个证实既漂亮又旁边，难怪能吸引那么多光鲜客来玩。观光客。观光客，观光客来玩，第三个嘉玲，便用天然堆肥，我们说使用。使用天然堆肥，既便宜又。又方便呢，好处很多。又方便，好，还记得天然堆肥环保不环保？不记得。好，天然堆肥很环保，它不会有一些污染，好，它不会让我们的环境变不好，所以我们说很环保。好，环保就是环境保护，好，环保，好，所以天然堆肥既便宜又环保，好，好处很多。在第四个，丽媛，养宠物挺麻烦又不方便，找夫妻来并不轻松。很好，第五个，彩铃，彩铃在吗？黄老师，第五。透过网络卖农产品，你觉得透过网络卖东西有什么好处？快买。快什么？你觉得网购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把你的东西，很便利，对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好处？比较便宜。好，所以你可以怎么说？既便利。既便利又便宜。对农夫来说，
帮助很大，很好。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对农夫来说，好，所以对农夫来说，便宜应该不是一个好处。好，所以我们学过一个叫利润，对吧？利润。好，如果今天农夫透过网络卖东西，他是不是不需要给中间商钱，对吧？他可以自己拿到那个钱，他不需要再给中间商钱。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既便利又什么，利润又高，所以他自己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利润又高，对农夫来说帮助很大。好，那这个语法有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好，如果老师说给你们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来复习我们刚刚的语法和生词，你们做得到吗？做得到的请举手。都觉得太难了，对吧？还是可以。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三分钟，差不多三分钟，所以我们说三分钟以内复习完所有的生词，太难了，太难了。好，那如果请你们写报告呢？在这个周末以前给老师，你们做得到吧？还有很多天呢，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所以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请你们写报告，你们写得完吗？可以吧？孙豪说不可以。好，所以对孙豪来说，一个礼拜以内写完报告，好，太难了。好，那这件外套要多少钱呢？要1000块吗？好，所以他在1000块以内，在1000块以内，对吧？那在台湾呢，很多一般来说下订单以后24小时以内就能收到商品，很快。好，那我们直接来练习。好，第一个，好，安玉，安玉第一个你可以直接说。安玉在吗？在，老师。第一个请你练习。学校会在这个星期以内让学生知道录取了没有。很好，我们说一次录取，录取。好，安玉，录取，录取。好，第二个，孙豪，我资助的是1万块以内可以买房子。所以我只租得起1万块以内的房子。好，在第三个，秀平，秀平，民宿离车站不太远，走路。走路10分钟以内就到了。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可以说时间。好，下一个。好，他说我希望35岁以前买得起房子。好，彩玲，你试试看。我希望。希望多久？
30岁，你，一年就卖到。他现在30岁，他说希望35岁以前，所以30到35是几年？31。嗯，所以是5年，对不对？对对对，我希望。所以他希望。希望在五年以内就卖的做什么房子？很好，很好，好，最后一个，嘉玲，演唱会的票已上网卖2个多钟头就卖完了。演唱会的票，已上网卖2个小时以内就卖完了。很好，你可以说2个小时，也可以说2个钟头。好，所以这个语法应该没有问题吧？那请你们先到这个 Google 的，请你们先看一下这个文章。好，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看。那给你们5分钟应该可以，请你们先自己看一次这个文章。等我一下。我想要帮你们，让你们练习。